推天总管理处出现群体感染，一只眼内出现四例本土个案。推天医师讲，基金安排的包含为保健员做 PCR 检测，加下基金有2685人采检后位，结果全部都是阴性。你基金家的李慈东医师是，大部分的传统已经开放提点的都是班内，考虑到生意内也是老人家，十万万人天数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九个，假使疫情的情形又较稳定呢，为考虑病用系强化的不抗应，提拢不强化十万个规定。李道大通关于后疫情的消费，行政院总署增强十九强国普费要求人的经验，再过来推出核酸检、预防检、农药检，也都干嘛？合理的组织用从增广，为看疫情发展到样的，过来推出。那我预防检，文化部长李云德回应，因为比求人蛮卡多。第六轮高端疫苗主文登记到二十栋组，指挥中心公布，到十九下中午点统计，已经有58,730人主文。指挥中心发言人张仁祥讲，也还有到预防沙万的感染，只有主文的速度来看，我算还有27,000个人入，做会到高端疫苗。考虑做三个后给保护力，机会就会较减少。含有这种族，含卡会承认。美国政府是叫宣布，就年年是实施，为把主体三门一封杀，离天你们做个时间，为个八十年，义父、老人家，从这几条经验，做得优先做三。